大家好，我叫 Tommy， 是水晶電 Crystal Empowerment 的創辦人，亦都是一個水晶治療師，一個能量治療師，亦都是一個催眠師啦，同埋一個生活快樂的諮詢師。咁今日咧開始啦，我就會拍一啲嘅水晶，關於水晶能量點樣可以幫到大家喺依、這個身心在個身體上的療愈之外呢，也都可以在身心靈上可以幫助大家，可以在身心靈的道上可以行得好一點啦，可以放下得好一點啦，行得清晰一點，將執著放得快一點。今天呢，我就帶給大家的是這個叫做雷姆尼亞的水晶。咁雷姆尼亞水晶嘅特別之處咧，就係、是、個古就係佢裝有呢個雷姆尼亞古文明嘅一啲嘅信息，一啲嘅智慧喺裏面嘅。咁佢嘅特別之處咧，就係喺最普通嗰只咧，就係喺佢哋嘅水晶面上面咧。他們會有一個梯級的形狀在上面。每一個梯級，雷姆尼亞絲種子水晶呢，就是會是一邊是有梯級啦，一邊呢就很平滑很清澈，會望到裡面啦，跟住就是一梯級，跟住又係好清澈，跟住又係梯級，又係好清澈。咁所以呢個就叫做 Lemurian Seed Crystals。咁呢個就係最 standard 嗰只啦。咁雷姆尼亞水晶，你會見到其他有好多其他白色嘅水晶啦，或者一啲嘅有少少黃晶啊，或者係呢個嘅茶晶啊，有啲就有粉紅色嘅，有少少少少嘅粉紅色喺上邊啦。咁佢哋嘅特別之處咧，就係佢哋帶到俾大家嘅係一啲嘅心靈上嘅清澈啊，即係等你可以去清澈到去了解自己多啲啦，喺你嘅靈性度上可以更加了解自己，更加容易去解決一啲嘅問題啦。因為它可以令到你的思維比較清晰清澈，去看宏觀地看整件事情，去容易地去找出一個答案啦，或者一些的方法去幫你了結一些的問題，一些的糾結啦，一些的傷痛啦，可以放下啲傷痛啦。咁雷姆尼亞係一個咩嘅文明呢？咁雷姆尼亞斷古啦，咁就係一個好和平啦，好清靜啊，好寧靜嘅一個文明，一個好慈悲啦，大家活得好融合，亦都係用好多水晶，即係用好多水晶去幫自己嘅喺生活喺一個平時生活中去幫助自己嘅，用好多水晶去療愈自己的身體啊，去幫助自己去好多唔同方面嘅文一個文明去用好多水晶嘅，好多大水晶啊，點樣去幫助，甚至乎佢哋講到係用水晶嚟做發電廠啊，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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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喺我哋現今階嘅現今嘅社會咧，係覺得好有可能會覺得好滑稽啦。咁但係喺我嚟講，我覺得實在好一個我好一個希望世界對我嚟講。慢慢我亦都希望可以慢慢去邁向翻一個好似雷姆尼亞咁嘅世界。咁雷姆尼亞。咁呢扎水晶咁我點樣得嚟啦？咁講返就係喺年頭嘅時候，喺年頭四月份嘅時候，喺礦物展嘅時候，
第一日嘅礦物展我冇帶筆水拎去嘅，咁喺第一晚嘅礦物展之後，翻到屋企我就喺度抄自己水晶咧，有咩可以帶去礦物展買啦咁樣，咁就抄到依批水晶，咁就覺得我收到嘅信息就係、是、好需要帶一批水晶去俾大家去，要帶俾香港或者帶俾現今社會嘅人去運用佢，尤其是一啲嘅light workers 啦，即係啲靈性一啲光之工作者啦，一啲嘅healers 啦，即係療愈能量療愈師啦，咁。咁亦都好神奇，第二日我帶去嘅時候，有好多有多位朋友咧，都係特登嚟去個礦物展度特登揾呢批水晶嘅。咁第一日佢哋都冇去到，第二日佢哋去就揾到。咁都好確定咗我呢個信息係啱嘅，我需要去帶呢批水晶俾大家。咁嚟緊The 15th Holistic Fair， 即係第十五屆新心靈健康大會聚。在这个上环文艺中心10月28日2017年11点开始，在这个上环文艺中心的展览厅就我也会带一批水晶去。咁我也想解释一批水晶可以帮助到大家啲乜嘢啦。咁我自己会视为一批水晶呢是需要用嚟做叫做一个叫做 Master's Crystals 嘅。點為之 Master's Crystals 咧？就係個大師嘅水晶，咁唔係一個大師先需要用嘅，係即係話呢個水晶係比較幫助自己，或者係一啲嘅光之中藥者，或者一啲嘅療愈師去幫助其他人去療愈嘅，去用利用佢嘅。咁首先講係自身先啦，自身點樣可以幫助自己啦？咁呢扎水晶我會叫大家，當我如果你喺我度買啦，你就當我係幫你去啟動咗貨力俾你之後咧，就唔好俾其他人掂，而係經常帶佢喺身啦，同佢有一個連結。有咩特別嘅用途啊？我就覺得其實你唔好話太介意，我應該點樣用佢，我應該點樣去得到佢嘅智慧，得到佢嘅信息咧。咁其實你太刻意咧，其實真好多時候你都知道靜坐嘅時候你太刻意係唔會靜坐到啊。你所以慢慢經常攜帶住佢喺身啦，瞓覺嘅時擺喺枕頭底啊，或者喺你附近啦揸住佢嚟瞓啦。但係記住就如果你個地下有地氈就 OK 啦，如果唔係就唔好揸住佢啦，因為都應該揈咗落床噶啦。就如果係通常香港人都係拋光磚咧，咁就一定爆噶。咁無論佢幾硬嘅水晶都好，都會爆噶嚇。我因為我自己就拋過好多個，咁所以經常攜帶住佢啦。佢會俾到你帶俾你啲乜咧？帶俾你一個感覺是一個慈悲的感覺，一個可以將你將個腦同埋個心去連結。咁我多從個心而發，即係多啲行為係從心而發，而唔係淨係個腦。因為我哋好多時候用，如果用咗腦嘅時候咧，我哋係會邏輯化，一定要揾到理由啊先做啊，即係好多利益啊各樣嘢。又蝕底咗啊！咁係會形成，依個係正正係我哋現今社會好多阻礙，但係人與人嘅溝通嘅一個好大嘅問題。咁佢俾我哋嘅佢俾我嘅感覺咧係佢帶有佢令我哋更加會懂得去用一個慈悲嘅心去看待每個人嘅意見啊，其他人嘅意見啊，其他人嘅觀點。其他人的不同的看法，另外他們也可以幫助我們去更加容易去了解自己，更加清楚去宏觀整件問題整件事情，讓我們可以清澈地找出一個更好的方案去解決一些的問題。令我們
更容易去放低我哋一啲嘅傷痛、一啲嘅糾結，甚至乎係今世又好啦，前世又好。咁佢哋點樣用佢哋啦？即係我頭先都講過啦，即係經常攜帶住佢啦。經常咧，因為佢係有一啲梯級嘅 ，OK。咁經常就去摸下佢啊，欣賞下佢啊。咁去，因為有陣時有你欣賞下佢，點樣欣賞佢咧？其實我自己都好中意發呆咁望住個水晶啊，好靚啊咁樣。咁其實係一個好 relax、好平靜啊，一個好等自己去唔好諗其他嘢，淨去欣賞個水晶，其實可以令我哋嗰個思維咧平靜落嚟。咁而我哋可以更加清澈地去睇一啲嘅事情。咁如果是一些修行，即是靈性上修行緊的朋友來說，那他們也幫助到我們去更加行得舒暢一點，我會覺得是不是快一點的，就是看你自己個人肯不肯放下。因為我們在靈性道上就是講緊我們可以放下我們的執著，那這些水晶是真的可以令我們更加可以行得快一點。都唔好想講快啲，但係的而且確佢哋俾我哋容易得，可以容易啲放下我哋嘅執著，放下我哋嘅傷痛，得到一啲嘅療愈。咁仲有呢啲水晶咧，雷姆靈亞水晶啦，因為呢批水晶唔係淨止雷姆靈亞咁簡單嘅，咁我陣間先講我呢批特別之處喺邊啦。雷姆尼亞 standard 水晶就係通常都係咁，或者係如果你哋有幸可以買到嘅咧，就係我有一支我有一批嘅，有十零支嘅。呢支係如果你睇到我陣間睇下可唔可以加個相上去啊？呢支係叫做 Colombian Lemurian Seed Crystals。咁如果清澈噶，系啊，佢系特別清澈啦，系啦，希望唔會啲啦，特別清澈啦，同埋佢係即係而且佢係每一邊咧，系啦，都有梯級一條條橫行也橫紋喺上面噶 ，OK， 咁呢只係當然特別貴啦，我亦都揾唔到，我唔知道我自己擺咗去邊，因為我收得太好啦，咁我第二次去，咁但係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買嘅話，我可以話俾都呢支咁，呢支 double 啊，仲要係兩邊尖啊，呢支都過千，係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嚟話俾我聽，我炒翻出嚟俾大家買。呢支就比較係普通，比較 standard 嘅，但係即係 Columbia 呢只就比較特別清澈噶，比起其他嘅雷姆尼亞水晶。咁喺市面上 ，Colombia 暫時嚟講啦嚇，揾到嘅話咧 ，Colombian Colombian Lemurian Sea Crystals 咧係真係市面上最靚嘅一隻白水晶 ，OK， 咁係都已經係去即係好貴嘅，都比較難買噶啦。咁我有幸有好似有十零支，有十支到嘅其實應該。咁佢哋可以帶到我哋啲乜啦？咁寫低咗，make sure我自己唔會噏錯。咁係佢帶到我哋平靜啦，帶到幫我哋寧靜啦。咁喺幫助我哋個情緒體可以得到清潔啦，幫助到我哋靈性上可以得到更加了解、更加睇到自己，係啦，幫助到我哋去傳信一啲嘅信息，一啲咩信息咧？就係一啲平等嘅信息，一啲慈悲無條件嘅愛嘅信息，令到我哋更加有自信啦。幫助我哋因為佢白水晶，其實所有白水晶都會做到呢件事噶啦，就係幫助我哋去專注同埋。我哋嘅專注力啦 ，focus and concentration， 專注喺我哋嘅需要做嘅嘢啦，去令到我哋更加快捷地
去完成我哋自己俾自己啲一啲嘅目標。咁啊，幫助到我哋去一啲嘅發我哋叫做更加清澈嘅夢啦。咁因為有啲人啲夢係特別有啲信息嘅，咁其實我所有人嘅夢都會有信息嘅。咁佢哋更加幫助我哋去記得我哋嘅夢啦，咁而去分析到我哋嘅夢係帶俾我哋啲一啲咩信息啦。咁幫助到一個人嘅天賦啦，咩天賦咧？就係我哋嘅靈感，我哋嘅接到上面嘅信息啦。咁幫助到我哋去清除一啲嘅阻塞喺我哋嘅能量體裏邊，尤其是我哋嘅輪啦，我哋個七個輪啦，點樣去幫助我哋去清佢哋啦，同埋去幫助我哋去平衡每一個能量嘅輪chakras， OK， 七個 chakras， OK， 咁如果唔知咩叫seven chakras， 即係七個輪咧，能量輪咧，就係底輪啦、次輪啦、太陽輪啦、心輪啦、後輪啦、尾輪啦，同埋頂輪 ，OK， 咁其實仲有幾個輪嘅，咁遲啲我有機會可以喺視像度再同大家去解釋每一個輪係點解啦。咁跟住咧，等陣，係啦，轉頭翻嚟先。好，我哋再翻嚟，因為我時間夠，每個 video 咧唔可以太長，因為用電話。第二，而家唔使用電腦啦，我哋用電話嚟講啦。咁揸住一個雷姆拿嘅水晶咧，我哋就可以去清一啲嘅我哋需要嘅地方啦。揸住佢嚟圍繞一個人啦，或者一個地方，或者一個物件，可以幫助佢清除佢啲負能量啦。咁另外就係、是、去幫助我哋去點樣去放鬆啦，令我哋更加覺得有保護啦，受到保護啦，更加安全嘅，尤其是喺靜坐嘅時候啦，揸住佢。咁另外就係揸住佢嚟靜坐咧，可以當然可以，如果你接通到啦、接駁到咧，就係佢嘅信息啦，令到我哋個個容易更加入到去靜坐嘅狀態，或者係一個靜心嘅狀態。咁如果係幫助人哋去做一啲嘅療愈嘅時候咧，佢哋幫助佢，我哋可以要運用佢嚟幫助別人去如果你係好似我咁係一個實水性治療師咧，係幫助別人去清佢哋嘅七輪啦，佢哋嘅情緒體啦，佢哋嘅靈性體啦，另外就係、是、點樣用佢頭先都講過，成日揸住佢咧，仲有就係、是、如果大部分嚟講咧，這個咧係比較大部分嚟講會係一個真係一個 personal 一個自身嘅水晶多啲，唔好俾人點啦。頭先就講過，咁講翻啦，就係、是、我依批水晶有咩特別咧？咁其實依批水晶咧，佢除咗係 Lumerian Sea Crystal 之外咧，佢會喺前面都加咗個名嘅，叫 Star Seed Lumerian Sea Crystals。咁聯姆利亞水晶咧，大部分咧都會係嚟自最始終即係最由開始揾到佢嘅時候，其實都係嚟自巴西嘅。咁當然喺其他嘅世界各地其他地方都會揾到類似嘅水晶，就係、是、有一條條橫紋嘅。咁我依批我而家台面上面嗰啲全部都係巴西嚟嘅，因為我係幾年前購買一批咁購買嘅時候咧，就係嚟自一個巴西嘅批發女士。咁佢Catherine 已經搬咗去買一面啦，好開心咁樣。咁係啦，咁全部都係佢嚟嘅。咁依啲水晶啦，咁依啲就係比較 standard 嘅，就係、是、畫一個好滑嘅面啦。一個面就係、是、有華文啦，咁依度依啲全部都係好靚嘅，一啲
咁通常我哋唔可以帶住水晶燭出街啦。咁如果但係如果水晶燭咧擺喺屋企咧，係即係令到成個屋企嗰個空間會更加loving 啦，更加更加自觀，更加睇到自己，更令到個氣氛更加諧和，更加得到即係總之嗰個能量就會係更加充滿愛啦。OK， 好似好老土咁樣，但係真係充滿愛，我哋都可以希望可以唔再咁老土咁講愛呢個字。充滿愛，咁所以大家會融合啲嘅，真係。我亦都有擺喺自己屋企啦，我啲朋友嘅屋企啦。OK， 跟住幫佢擺住先，我太多嘢。咁咁而家咧，依啲咧就叫 star seed 啦。頭先講過，點為之 star seed 咧 ？star seed lemurian seed crystals 啦。咁點為之 star seed 咧？即係星之種子。咁因為喺佢哋有一環環之外咧，佢你會見到喺其他嘅面上邊咧，會多咗一陣依粒米，多咗一陣嘅密碼喺度噶，有好多唔同嘅我哋英文就叫 hieroglyph 唔記得點讀嘅，一啲嘅密碼啦。佢哋喺我同我 partner 喺度睇嘅時候咧，嗰陣時，哇！我哋真係每一個都睇到甚至乎背有啲面咧，睇到一啲畫面，睇到一啲 pictures， 一啲古代嘅一啲嘅情景喺度出現咗嘅，睇你睇唔睇到啦。咁唔同嘅密碼，咁呢啲密碼喺邊度嚟咧？呢啲密碼咧，咁斷估就係話係除咗雷姆尼亞加咗佢哋嘅智慧落去之外咧，亦都有其他嘅外星嘅文明加咗佢哋嘅智慧同埋信息落去嘅，咁所以佢哋會多咗一啲嘅多咗一陣嘅 coding， 唔止一陣嘅，其實有啲係有兩三陣，你一睇落去你會見到哦。依一邊嘅密碼嘅 coding 啦，同依一邊嘅密碼 coding 好明顯係有唔同嘅，咁所以我依集係叫做 star seed lemurian seed crystals 啦，咁我會帶去依個海色 fair 度買啦，等大家可以購買啦，咁另外就係點樣可以俾希望大家可以運用佢嚟幫助自己喺依個靈性路上更加。行得愉快啲。我有一樣嘢唔記得咗講嘅，就係、點解會係白水晶咁會有一啲咁嘅 coding 咧？咁所以我要講一講白水晶其實有好多種啦。咁白水晶大致上所有白水晶嚟講咧，有一個特質就係、唔係其他人唔係個個坊間認為嘅，就係可以清除負能量嘅水晶嚟嘅。清除負能量嘅水晶咧，我會運用石膏石啦，或者係例如我會其他 video 有講過，或者我之前喺某個靈性嘅 show 上面，我亦都有講過，石膏石係用嚟清除水晶，白水晶咧係其實做唔到清除嘅動作噶。大家翻屋企除咗條鏈擺上喺上邊一個水晶軸上面咧，其實真係清除唔到。嗰條手鏈嘅負能量，因為咧白水晶嘅最主要係我嚟咧放大其他水晶嘅能量啦，等佢哋即係細細粒你都可以放大佢嘅能量，令到佢嘅能量嘅範圍咧感染嘅範圍咧特別大啲啦。另外就係佢儲存信息係好好嘅，所以點解雷姆尼亞嗰陣時佢哋啲人個古仔話擺佢哋。將佢哋嘅智慧同埋信息咧，program 咗落去依隻水晶度，跟住埋咗翻落地下度，等我哋係時候嘅時候咧，啲人掘翻上嚟就我哋可以運用啦。咁而家就其實喺市面上都應該冇乜雷姆尼亞水晶再發現噶啦。我依批亦都唔係新發現嘅一批水晶嚟嘅，咁亦都係真係以我所知係十幾年、十年前。
知好多年前發現嘅，因為我自己都揸咗成三四年啦。咁咁嘅 friend 亦都揸住咗佢幾年先係先買俾我嘅，咁所以都唔而家市面上佢哋話已經係喺巴西嚟講係掘唔到利摩尼亞水晶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啦，咁就希望可以喺28號禮拜六嘅時候見大家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可以上嚟我水晶店呢度啦，嚟自己揀啦，或者係我會慢慢一啲啲咁樣擺上網咧，俾大家去購買嘅，喺上網度購買嘅。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多謝大家觀看，拜拜。多謝大家觀看我呢個視頻。如果大家喜歡觀看嘅話咧，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呢個 YouTube channel 啦，同埋去我嘅 Facebook like 我個 page 噶。多謝大家。